ファイナルフラッシュ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，咁啊，今日嚟同大家又嚟一个开箱啦，啊，依家楼上就装修紧嘅，咁啊，所以又系会听到杂音啦，咁啊，其实我忍咗几日噶啦，原本我买咗翻嚟几日噶啦，啊，我一路喺度忍楼上，佢系日日都喺度转，咁啊，今日唔理啦，啊，佢就算转都好，我照录啦。啊！如果真系录到有杂音咧，就真系唔好意思啦吓。咁啊，就呢只啊，龙珠石啊，呢个啊跨高嘅呢个超级必杀技啊，终极闪光啊啊！咁啊，呢个系列咧之前就出过一个悟空嘅龟波气功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呢个就系第二个版啦吓。咁啊，再之后唔知会出边个啦啊，即系悟空比达都出咗，跟住第三个会系边个咧？应该会唔会系吴凡呢？定系杜拉格斯呢？好啦，咁咪要开咗佢先啦。咁呢隻嘢呢，我啊喺个天神村嗰度啦，即系全碧花园啊，天神村啊，那个肥仔老细啊，肥仔老细度买嘅吓，因为佢有得平，系啦。咁啊出面市价呢，我见平均都200-300嘅，咁佢就好好人啦。啊，即系之前已经同佢讲落噶，见到有呢件货嘅时候啊，几个月前啦吓，咁啊已经同佢讲我话要噶啦，跟住佢就唔收我订金，帮我搵翻嚟啊，帮我订之余啦吓，咁啊亦都卖平俾我，系啦，咁佢就系卖呢个100蚊俾我嘅，咁所以咧都要帮佢讲下啊，帮佢讲下好说话，系啦。啊，所以其实你哋平时过去同佢买嘢咧，你都可以同佢倾下偈嘅，啊，即系我同佢都唔系算倾得好耐，系啦，即系唔系算倾得好多嘅，吓，啊，大部分时间都系喺 Leo 同佢倾偈嘅啫，系啦，咁佢都愿意平俾我嘅，系啦，咁啊见到三样嘢啦，吓，咁啊上半身、下半身，啊同埋支架啊，仲有底座啊，其实系四样嘢，系啦，咁啊要。呢度开啦，咁我呢隻就係港版嚟嘅，係啦，咁日版就我记得喺我开箱嘅呢一日呢，我睇到有消息係日版都到㗎啦，係啦，咁你鍾意买咩版就咩版㗎啦，其实就即係对我嚟讲，其实依家港版日版嗰个差别都唔会争太远囉，唔会争太远，就我唔係话完全冇分别啦，咁冇抽情我呢啲嘢啊。咦，咁其实佢呢件嘢系咪一早整好咗嘅咧？啊，见到佢2015喎，啊，见唔见啊？2015跟住边 China 喎，咁难怪我见到啲人可以一早就有图片流咗出嚟啦。即系佢会唔会其实系一早已经整好咗，但系最近先拎出嚟卖咧？嗱，佢呢度系2017年嘅，但系个底座嗰度出卖咗佢喎。啊，个底座佢系2015年已经整好咯。定还是佢系攞个2015年嘅底座出嚟啊？出嚟晾呢件嘢啊？咁啊唔理佢住啦，啊拆佢啦啊！粒头，跟住呢个就绑住咗佢重要部位，系啦，大袋绑住咗个大袋。咦？佢就咁企唔企到啊？不过应该都闷水啊，佢又系插啰柚。插得啰柚嘅应该都唔会企得到㗎喇，嘩真係太耐冇冚过，又俾佢刉到添，真係又有啲殺下人头，咁啲膊头，咁啲膊头冚落去，嘩好實，真係好實，但係你强行冚个头又好痛，咪唯有慢慢刉落去啦，啊！我终于明白点解佢 pose 会咁面目狰狞啊！你，当你买佢翻嚟冚佢嘅时候，你就会有嗰个表情噶啦。即系我依家嘅我哋就等于佢啊！即系我哋都出紧呢个终极闪光啊！啊！喂，佢系咪冚唔实噶，大佬咁紧嘅？后边呢度硬有条罅咁啊！我又惊太大力冚佢咧，佢会出事啊！2000 years later， 诶，好似搞掂咗啦，啊，条腰呢个位冚晒啦，有啲高低手喎，咁啊，开头我原本谂住呢只嘢咧，我就买定个特效咧，系
应该大家都有见过噶，系嗰啲电流嗰只咧，跟住系黄色光啦，咁啊，黄色嗰只电流应该系最配合到呢只嘢嘅。但我周围揾咧，都系得翻啲贵嘅地方，平嗰啲咧都已经被人扫晒啦。咁啊，早轮我楼下有间玩具城咧，就特价嘅，见到佢啲特效有特价啦。咁啊，但系我揾咧就唔见有黄色嗰只电，蓝色嗰只都见到嘅。但蓝色就唔啱啦，始终佢系黄色先啱噶嘛呢只，系咯，咁所以就都系揾唔到啊，都冇买到，咁啊唔理啦吓，咁啊依家就算我有特效，我都系用住嗰个斗气嗰个先咯，一阵间，咁啊有个头可以睇啦吓，咁啊今次佢呢个头呢个色水咧，佢就系实心嘅，就唔系透明嘅，咁但系佢又冇之前嗰只点讲咧，嗰只就咁竖起嘅手指公嗰只超级比达咧吓。啊，即系冇嗰只个头咁油，呢个系属于点讲咧？啲色比较偏雅啲，咁啊，我可能部机影出嚟就唔好觉啦吓。咁啊，跟住然之后就个面型啦，面型睇唔睇到咧？其实佢只手又挡住喎，都叫睇到啊，系嘛？面型真系正，我见佢呢只嘢个样真系整得好靓咯。以平时呢啲100蚊嚟讲，佢呢只个样个水准好高啊，因为够面目狰狞啊，真系啊，完全还原翻佢当时出呢招嗰阵啊，青筋啊，就系啊，思路啊，你有冇勇气接我呢一招啊？跟住就去到最尾嗰下系啊，我记得系啊，黑林啊，光头仔啊，叫阿杜拉格斯走啊，走啊，杜拉格斯啊，跟住佢就终极闪光啊。呢个真系吓、除咗背脊以外啦吓、即系呢度系叫做几多角度啊？呢度系180度无死角啊！喺咩角度用都系咁型啊嘛，望落去系咪先？你话系咪啦？因为无论打咩都好，跟住摆只嘢喺度咁俾佢打咁样，跟住只手啦吓，有啲蓝气喺度啦即系叫做即系搵个位置就系打啲阴影咯。见到有啲坑啊嗰啲咁啊，有啲黑色嘅线啊，画晒线，跟住件衫呢度咧原本系斋蓝色嘅，跟住佢都打咗嗰啲箭选啦、可以当系，因为嗰阵时系佢变超级赛亚人咧就打思路系够打嘅，嗰阵时系打思路够打啦，咁但系佢就点讲啊，放佢啊，吸收埋呢个17、18号咧就走去变成呢、这个完全体啦，系啦。跟住件衫嗰度都系有呢啲蓝气喺度啦，都系画晒嗰啲黑线喺度啦。咁啊睇下背脊先，有个屎窟窿啦。跟住反而背脊就有少少偷懒啊，其实背脊应该都要画埋嗰啲黑线，系啦，咁啊完整啲。不过佢都有整到嗰啲黑影咯，即系件衫当系整污糟咗咁样。跟住对脚对鞋。几用心喎、佢啲线系连贯系画埋上去条裤度嘅，留意到即系唔系淨系鞋跟住衫就衫啊，佢系整埋一齐啊，连贯嘅啲嘢正好啦，依家就冚下佢先啦，又嚟捅你屎窟窿啦，老二捅啊老二，都几易入喎、老二你系咪俾人捅得多？点解咁易入嘅？你个身反而咁紧喎，真系，好似好难冚，即系我怀疑系个底座咧即系佢偷工减料咧，揾翻可能佢两年前整过出嚟嗰啲咧真系好奇怪，佢底座同盒嘢个日期系唔同噶，系咪真系要偷懒到咁咧？跟住就咁，即系系唔方便咯，因为你系浮喺空中嘅，即系若然你系用翻一招喺地下度用嘅招咧，即系我发现你几招必你都系空中嘅，你终极闪光又系咁啦，跟住你加力黑炮你都好少企喺地下用嘅，不过超偏有啦，超偏你有一路跑又用啦，跟住打杂马斯嗰阵都有啦都系有企喺度用啦，但系佢以前 set 偏嘅时候，佢全部喺高位啊，飞入空中或者总之喺高空啦，打翻落嚟噶嘛，佢嗰啲招，跟住大爆炸又系啦大爆炸攻击又多数又系
又系空中咁样啊！啊，即系发现你好中意喺上边度攻击啊！呢条友仔啊，咁啊啱啱尝试咗咧啊，试下摆佢落转盘啦，但系佢承受唔到佢嘅重量啊，咁所以就可以放弃。咁另外一样嘢咧，就系我发现咧个特效又系唔够大啦，啊，完全唔啱喎啊！即系就算正中间，即系正常应该要咁啦，起码个高度啊，咁夹硬咁样。啊！夹硬咁样都影到个上半身嘅，系咯，即系个上半身都啱位啊！咁样啊，唔好喐，唔好喐，唔好喐啊！定啲啊，比达啊，唔好震啊，唔好惊啊，千祈唔好惊。